在古意盎然的苏州闲步走逛时，最适合拿在手里啃着吃的就是江南著名小吃鸡脚。而卖这类卤制品的店家中，鸡脚旮旯堪称是排队美食。这家店的招牌鸡脚卤得十分入味，吃起来带有些微咬劲，且每一口都吃得到卤汁的香气。此外，店内其他的产品同样值得一尝，鸡肝、鸭舌、鸭胗等卤味也都经过细细炖煮，卤汁的香气全都锁进了食材里头，只要一开始吃就很难停下来，堪称是最佳散步零食。若是感到口渴或想换换口味时，顾客还可以试试桂花酸梅汤或桂花藕粉，清爽的滋味十分解腻。